今天这一道应该没有一个男朋友会拒绝给女朋友做吧。把芝士折一下包进去，烤盘不放油，撒上芝士，边缘变脆的时候把饭团包起来，牛奶里面加点小苏打，防止放入醪糟的时候结块，淋入蛋液等待30秒，撒上坚果还有枸杞。这么酥脆的芝士你们肯定没吃过吧。米饭把芝士给融化了，呈现流心的状态。来，第一个给你们吃，三种口感的结合，你也来试试吧。